五日，有网友爆料疑似易烊千玺的朋友圈截图，发现他的朋友圈封面背景图是2016年周冬雨曾经晒出的与母亲的老照片。照片中的周冬雨坐在摩托车上，网友称这呼应了两人此前合作的影片《少年的你》，引发恋情猜测。26日，周冬雨经纪人在朋友圈发文扯，疑似否认恋情。你往前走，我一定在你后面。你是第一个问我的吗？